假装对喜欢的女领导，闺蜜家很，就前面那个吗？右转完了，那个边上那就是。啊，你咋知道的呢？不是你刚才打电话，我听着的吗？忘了，他告诉我钥匙放哪儿了，我打个电话我再问一下啊。等会儿。不用，不用问。啊，等会儿。 这是吗？你咋知道的呢？他跟打电话不说了吗？我记住了。啊，我刚才都没记住。我这记性多好使。我记住。嗯。我喝你闺蜜来了啊！你喊啥呀？吓我一跳。嗯，没事，听我。你渴不渴？我给你找点水去。 啊，就那个那块冰箱那里边上面有凉啤酒跟饮料，然后旁边那块有常温的矿泉水，你看你喝哪个你自己去拿吧。你喝不？我不渴。你咋知道的？我刚才渴完了，我找的时候。你咋知道的？刚才我渴，我找看着这个饮料。 这网老卡了，他借我 WiFi， 你连 WiFi 啊？那我打个电话。不用，你拿着，我给你试一下。嗯，连上了。你咋能连上啊？这不能是打电话听见的吧？这个我没听着，我就输入一下他生日，没想到他设置这么简单的。那你咋知道他生日的呢？ 你不和我说你俩一天生日吗？然后年年都在一起过吗？你在这翻啥呢，领导？我手机没电了，我忘带充电器了。他那卧室有，就在床头上插着呢，充电器。你俩啥关系？你肯定来过。你咋啥都知道呢？我没来过，刚才我就进屋的时候瞅了一眼，我看在这插着呢，俺俩啥关系都没有。 你干啥呀？我上那屋看看去。干啥呀？那屋有人。没有人。我刚都听见了。不是你刚才不给你闺蜜打电话了吗？我刚给她打电话的时候，她说她不在家。那就没在家呗。